来不及闪。哇！痛到。哦，雷二。谁啦？边打边吃苹果。是我，我就吃完。太壮了。Oh my god！ 再撞一次。啊，来不及。好，掉下来。还可以再撞。有。晕啦，没事，他没看我。啊，老司机。你倒下，我看你血满的哎、欸。被秒杀吧。他了一个。哇，这招这么痛哦！他了一个。很痛啊！不然你觉得绝招怎么刚刚死两次？这是吃了樱花药跟樱花果实的哦。好了，金火龙的鳞片。喂！别阿皮，他冲回来啊！我的发，我的发。Oh my god！ OK， 有车可以撞哦。
A狼也可以中。啊！哇！被占地了。直接躺倒。 Oh my god, 来不及。 不好玩。哇！土怪，你是不是死啊？嗯，你的车？不用怕。我说粉尘。哦，不用怕。当我喊出救，我再按就好。 我怕，我这很恐怖。哇！不是啊，猫之翼。<笑>你大剑不是这样玩的吧？等一下。我靠！ 这招范围也真大，骑上去了，把它自己掉下来，嗯。 哎，所以，尾巴有直接挖吗？ 黄鹿出现了，驯龙一只，哦，它跑到这里了，跳下去，钢龙。 再跳下去往哪里？加面板的。这里。我在努力尝试不用倒虫，熟悉这张地图。是。是哎、欸，你在这里耶、欸。
不可撞。果实，果实。啊！睡睡睡！哦，困。哇！我是不是要再会？还没有睡死。他睡了。我也睡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丢行李。我没想到，这个要怎么撞？好，右边，左边。哦，漏电了。找石头，找石头，总火石在哪？晕了。好的。哎，红了吗？没有，他在吵，他快死了。狼，狼叫声。臭狗，没办法。人家跑去哪里睡？我只看他去哪里睡。不就二楼吗？还要不要直接往前撞？第一栋把他偏过来就好了。对啊，撞还要自己抓位置。还往前冲就应该到陷阱了吧？我先去厕所一下。嗯。抓的不错，捕获食材。这下要打啥？奇怪，这是金火龙的图，我怎么看是灰灰的？哦，没事。打啥？对呀、啊，金火龙吗？都可。荒地的、啊，找只荒地的打。嗯，那是金火了。嗯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吃饭。可以了，刚补错食材了。啊，金火没了，跑了。那你要叫吗？可以叫，那要看你们要叫什么。有什么、啊？随便叫。窗。还有七分钟就关台了。好。那就叫金火。修理他了。你叫谁？金火。哦，好。看看可不可以把孔爆了也是。我记得你会猜这个位置吧？
诱导会从这个位置出现。Follow, go.捡个黑扇核桃 ，Go！ 钢龙来了，哎、欸，我钢龙来了，被金火被赶走了。哇！再叫一只啊！哦，还好啦，因为刚刚金银火送很多，是免费大放送，钢龙真的是爱出现。不好打又刚猛想出来啊、你固定有解除吗？啊，对耶，好，我去解。金火大金，大金金火龙，哇！哇 ！GTT 要哭了。啊，不给我东西啊！我想说过一段时间会给我。给你什么？龙人啊。哦，没有吧？你、啊，你还、啊、什么啦？劫匪走！啊，又是阎王！天哪、啊！算了，那打阎王打我哟！哇，金火龙没了！他飞上去就劫匪走！好，叫我们打阎王是吧？好，我们懂。哇，他就飞到一个位置，然后飞回去。我去拿了你，大金哎、欸！大金这样直接摘回。我 FPS 多少？1080？什么 FPS？你是问我记忆卡，不啊，显示那种显示卡吗？太衰了吧！好像720而已吧。刚叫了一只，然后钢龙就来，他、啊、叫了一只，阎王就来。哎，得要打一只。哇！一定要叫我们打一只古龙，就是、嗯、古龙没关系，最亏的是大金哎、欸。是啊，亏包。超亏啊！啊，他出来了吗？哦，他在，他哦，我在这里了，吓死我了！我刚才看一下 FB， 他被动的，是啊，是这样没错。嗯，他真的是少数，真是被动。到了，在剧。好，我到了。我们要看他跌倒了。你要先上吗？你先上吧，你先上啊！我软他头，你再帮我弄东西啊。啊，我们那猫之翼你上啊？哦，没事，那奈斯再帮我弄。这里要撞哪里啊？悬疑啊！你是没撞过，哦、我来，气死！啊？谁啦？啊啊！干你！你在干嘛？拍谁？请问你到底在干嘛？要我刚不是说我上？不要笑，我现在很认真。啊，被扫回去了。
骑到了。嗯。你飞太远。我就戳下去吗？可以不用啊，我们可以用那个飞翔管啊。啊哦好，头软了，头软了，头软了。你知道断崖可以撞哦？知道啊。啊，你还是问说撞哪里？你忘记吗？也感觉距离不够远，就在隔壁而已。好了，没事啊。Oh my god！ 你们撞啊，我撞真的，每次撞都会出事。啊，猫子，有没有石头？啊，来不及。哦，我刚上去就被撞下来。嗯，我晕了。好，我醒了。我也醒。可是。戳他尾巴，哦，真的是哦，还要再撞一次，好，杀杀杀杀！没事没事，好好险。跳错地方，我长枪的跳跃的。转身一撞，竟然不能逃过这个，傻眼呢！那原地一直飞啊！我要大招了，大招大招！你挡好哈。可以的，我有啊，猫之翼啦，猫之翼啦。看来你不会飞扑。没有来不及收刀啊！哦，软一点。你怎么还没出来？不用喝冷饮，我帮你喝。现在还可以吃餐点的，赶快吃吧。你先过来捡那个吧，掉落物你捡完了没？好，捡了没？还没。嗯，战痕黑炭念。什么？我去帮他吃，我去帮他吃，我去帮他吃。这边也吃得到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你们那边也吃到？对啊，是同一区哎、欸，这算同一区吧 ？bug， 一定是 bug。来的，可以撞。啊！哎，不对，下位置错不好。有，位置很好。Go go！ 尾巴，我来啦！奇怪，头软了，你为什么要再上去一次？没有掉落物了，还有石头。不，
肩膀，捅在肩膀。对。哎、欸，猫失忆，你穿你就帮忙撞。我没关系的。但是已经时间快到了。可是我看你还是。但是你可以爆成一个掉落吗？这附近有两颗石头啊！哦，你捡过了，一个被我捡掉了，对、啊，一个捡过了。啊！哦，有看到死掉的物，哦，还有一个爆炸粉尘。啊！嗯，过来吧，墙壁这边。靠墙啦！你们是动来动去，他是往回看。那、啊、不是很好、哦，很好。尾巴，我说乱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是跑到这边？真的是萝卜高云喽！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！哦呦呦，感谢！我装好了。爆弹！还有一个带电梯。北极哦，这也算你的区域哦。快要荒野哦！来，我再冲了。现在啊，那这家伙来了！哎、欸，打打喷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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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喷！不是啊，哇，二四刀！你觉得这只有点小，但它不是小哎、欸。的种子，嗯，哦，小心啊！我撞了，撞了，我撞了，啊，断尾了，嗯。
啦，这一次。哦，好好好，刚差点互相撞。赶紧死吧！哦，都红了。哎，没有，还有一个红的。黑狼鸟吗？对啊，黑狼鸟是红的。啊，它飞走了。尾巴。要掉下来了。怎么那么多蚊子啊？可以撞，我撞。嗯。都还有尾巴，挖过了。还不能捡足迹耶，跳舞。哪里呀？嗯，好像偏的，可能这里吧。反正有一手爆炸就好了。嗯，好了，我没有掉了。快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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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啊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！啊，没事没事。快打！快打！快打！啊！又来了。你是步区一直都在哦？啊？你呀、啊？我没有步区。我看你一直有 buff 在啊。那个是挑战者。啊、哦。好多地方。好，你经过了一场浩劫。我看到你冲过来了。
金火龙，又一只金火，蛟龙，来啦！啊，免费，这是我所跑上来的，不知道，刚刚一倒，马上就是爬上来。哇，想站位啊？哦，原来是你家吗？ 不是啊，大林曼玉，感谢。加喽，回家调查报告。关台喽。对，我要。哦，就是用爪龙哎、欸，白。我想说那个叫声怎么像凶爪？美林曼玉。有，就算有，那也他只可能给。 林曼玉而已，就林曼玉啊，对啊，那个是还是要靠靠捡的，有没有？靠捡靠扒皮，是，只要有听到叮一声就有了。嗯，啊，我也休息一下，打，快死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哦，有点累。感谢今天各位的收看，感谢感谢，我再问问看他们可不可以。 你们说麦块看有没有可以玩，不然感觉大家还是喜欢看麦块，因为麦块大家看得懂。等下我再抠痘痘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。我是繁星，每个礼拜应该说每天7点 ，FB 会直播。感谢今天收看啦，拜拜，拜喽。